讲到这个地方啊，想起来这个普贤菩萨在一个庙里头做行堂的。怎么叫行堂呢？这出家人呢吃饭，大家都聚会到一个堂里边，一个斋堂里边，大家吃斋。这个斋堂啊，这个桌子就这么两边摆着，人这么对面坐，那个桌子都有这么宽，每一个人呢，面前有两个碗，一碗饭呢，一碗就是菜。这个普贤菩萨呢，就帮人呢来添饭添菜。他的腰里边呢，围着这么一围呀，这个瓶，啊，这个瓶呢，就是英文叫 bottle 啊，这么一个瓶子带这么一腰。这个瓶子里就是酱油，这个瓶子里就是盐，那个瓶子里就是辣椒，那个瓶子里是胡椒粉，那个瓶子，总而言之，调味的这个东西，它放了一腰。到哪一个人的面前呢？哪一个和尚的面前呢？你要咸的，他就给你点咸盐，或者酱油；你要油，他给你倒上一点；要什么，他就给你一点什么。你说很奇怪的啊，他这样这是满众生的愿呢，哼。就要给盐，他一给盐，这个和尚说：“呸，我不要这么多，你给这么多。”啊，那么到那个那儿也，譬如要盐，他又给少一点，哎，再多一点嘛，你这好像吃你的似的，这是公家的嘛，你这么孤寒，啊，这叫普贤菩萨难满众生愿。你给他多了，他说多了；少了，他说少了。你回着他没出生，你给他，他说他不要。回着你不给他，他说你看不起他。你对他不好了。所以，这普贤菩萨也不能满，不容易满众生愿。那么是不是就不满众生愿了，就不管他呢？越这样啊，你越要去行这苦行，越要去做。你做苦行啊，越有人骂你，有人打你，有人呢来看不起你，那就是你的考验，看看你心诚心不诚心。所以呢，咱们行道的人呢，不要怕难，越难越要去做去啊。比如你扫地，有人呢骂你，你一天到晚扫这个地，扫地干什么？有什么好处？啊，那你也不要管。那么是不是你故意这么一天到晚扫地，令人发脾气呢？也不应该，也不应该的。总而言之，行什么道，你行的对了，就不有人骂你，你也不要管；你行的不对呀，有人说你，你就赶快要改。什么事情都是一样啊，这是啊，才能成满普贤菩萨诸横愿海。诸横啊，它很多很多种，不是单单这十大愿王啊，这个横啊，那个普贤菩萨那种横力啊，像大海那么大，咱们也应该呀，把这个愿海呀给填满了。是故善男子，因为这个，所以啊，这个善男子如于此意，应如实之。你呀，对这个意思啊，应该像我所说的这样来明白它。要有善男子，假设要有这个善男子，修五戒十善的这个男子，或者修五戒十善的女人，
以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一切世界上妙奇宝。要有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呢，已充满了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这么多的佛刹，这么极为陈述啊，最微细的那个尘微尘，那么那么多的数量，一切世盖在这一切的世盖上上妙奇宝，上妙就是最最好的了，最好的这个七宝啊，就是啊金啊啊或者钻石啊或者这个蜘蛛玛瑙啊总而言之最值钱的这个东西，这七宝七种的宝贝，记住人天最胜安乐和这个人和这个天上最殊胜那种的安乐那种的胜最胜的妙乐，不施而所一切世界啊，用它来做布施，布施啊以上所说这么多个世界而所就是入许，就是像前边呢所说那么多的世界。谈到这个布施有三种，就是财施、法施、无畏施。财施又有内财又有外财，内财就是身心性命，我属于我本身以内的财产，我来做布施啊，布施给眼睛，布施耳朵，布施鼻子，布施舌头，布施这个头，布施啊这个脑啊，布施这个髓，这是自己属于自己的。有外财，外财呢就是果成妻子啊，果成妻子，果就是国家啊，把一个整个一个果都布施给人了，送给人了，不要他啊，自己也不做果王。城城就城市啊，比如自己有一个大城市，三藩市所有的财产都是我的啊，我把它布施给人，布施给其他人，这是个城。妻子啊，人最最放不下呢是自己的太太，自己的或者女朋友，放不下。可是放不下，你再能放下，这就是啊真正的布施了。说你放不下的，你就放不放下，那就是没有布施啊。你们以前听过啊，有人听我讲啊，说是把这个自己的太太都布施给人去了，做布施。有一个女人就问我，她把她的丈夫要布施给人呢，可不可以？她说，这相信是世界上第一个布施丈夫的。不是，那你先要找着对象才可以呀、你要找着可以布施给谁，有人接受你才可以布施啊，没有人接受你怎么能可以布施呢？你不能说拿着它掉到街上我这算布施了啊。完了，这个女人呢结果
我说你呀、啊、你没有故事心呢、啊、你还是舍不得。嗯，结果果然他就没有布施。布施财死啊、嗯、这个果钱不要把父亲母亲布施给人。他也要做一个第一的，然后把爸爸妈妈也布施出去，也是没有人要的。啊，财死就是所有的财产都可以做布施，这第一种。第二种是法死，这个法死啊，诸供养中法供养罪，这法死也叫法供养。你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啊，大转法轮，这都叫法思。这个法思胜于财思，但是你所说的法一定要啊，对众生的机，令众生啊，听着这个法呀，他能以一步一步的就明白佛法开悟法事，以法来做布施。又有无畏思，这个无畏思啊，就是有人呢遇到非灾横祸，回者呀见着鬼了，回者呀见着魔了，或者见着妖怪了，啊，土匪了，这恐怖惊慌啊，啊，什么都忘了。这个时候啊，你来安慰他，你说不要怕，你现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会保护着你的，你不要惊恐。你给他这么一开解，令他明白了啊，于是乎他就念观音菩萨了。一念观音菩萨，自然就无有恐惧了，或者一念阿弥陀佛，也就不怕了。啊，那么这叫无畏思，这三种思。那么这个菩萨啊，你行菩萨道，你做这个种种的布施啊，于尔所一切世界所有众生，所有的像上边所说那么多的世界，所有的那么多的众生，供养尔所一切世界诸佛菩萨，再能啊用种种的供养啊，供养啊一切世界上的诸佛和菩萨，经尔所佛刹极为陈述解，你啊经过像这么多的世界啊，极为陈述那么多的劫数，相续不断啊，做这个布施啊，不是一天两天就得了，相续不断，像啊微尘数那么多的大劫的时间，总是行之布施，所得功德，他所得的这功德是很多了。可是啊，绕佛有人，假设要有这个人呢、啊，闻此愿王，就听啊。人念诵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不要说听讲啊，就听着念诵一次，一经于耳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一听到这个耳朵里，永远就成一个菩提的种子啊。一经于耳，所有功德，这个所有的功德比前功德，比前面呢那个布施尔所三千那个无量无边那么多的世界，
经过无量无边那么长的时间，所得的功德百分不及一。这个他以前那个功德一百分也不能比你呀、闻到这个十大愿王这种功德呀，一分千分不及，乃至于千分也不及这一份啊，乃至优波尼沙陀分也不及优波尼沙陀分啊，就是啊，微尘性，尘性，那个尘性啊，比那个微尘还细了，那个尘的性啊，那么多的份也不及这个闻道啊，这个十大愿王这一分的功德。所以呀、为什么这个十大愿王这功德这么大呢？你做布施的功德，智能啊，救人的身，救人的生命，那属于财富啊。你这个十大愿王呢，这就属于法子。这法子他一修这个普贤观呢，这叫十大愿王，这叫普贤观啊，又有这个普贤忏。你修这种的观法呀，一为无量，无量为一，一也就是法界，法界也就变成一，离佛即是离法界佛，离法界佛也就是离一佛啊。这个一者礼敬诸佛呀，你有这种的功德啊，这是啊无穷无尽的，所以这个功德呀是特别大。你一修这种法呀，这菩提的种子就日日生长啊，菩提的果位不久就成就了，所以这个功德是特别大的。回复有人以身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依次句记，素能除灭无间也，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乃至佛刹即为陈述，一切恶业皆得消除。回复有人，假设要再有这么一个人，这是啊，不一定有。回者就有这么样一个人，以身信心，身信不是浅信，就是啊，生出一种真正的信，真正的信心，真。没有怀疑心，于此大愿呢，对于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啊，受持读诵，他也依照这个法来修行，天天呢诵持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这叫受持，读诵。读对着本呢叫读，背着本呢就叫诵，就不用这个本子啊能念出来，这叫诵。乃至书写你就回答不能读也不能诵啊，就用笔来书写，依次句记，不要说是全书写，就书写这一四句记，或者书写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书写这
四句记，就单书写这个题目。速能除灭，这很快很快的，这速能呢，就是不是一定之词，不是说或者一天你写一次就除灭了，写两次就除灭，这或者你写多几次，它很快的时间呢就可以除灭。无物间业，无物间呢五种啊不间断的罪业，这是地狱里头啊，在这个一个人在这个地狱里头见的，这自己的身呢遍满地狱。如果要有多人呢，也互相啊没有障碍，也人人都满这个地狱，一人一满，多人一满，那个时间呢也没有间断，由初到这个地狱到这个最后的，那么就没有一个时间间断的，来减少这个罪业，这有五种。这个苦无间，命也无间，时也无间，这个总业报也无间，都不无间断。所有世间，所有啊这个世间呢，身心等病，有的人呢就有身病，有的人呢就有心病。身病就是在你身上所生的一切的痛苦，心病呢在你心灵上啊总有一种啊痛苦，总啊不快乐，是心病，身心的病，种种苦恼。这个病啊，你有病就有苦恼，有苦恼就没有快乐。乃至佛刹极微尘数，乃到啊那个诸佛微尘刹，那么多的果度，那么多的诸佛，极微尘数，一切恶业，这一切的恶业皆得消除，什么恶业都会消除的。但是你要有这深信心，你要没有深信心，我试试看，那就不会有什么相应分的。为什么呢？佛啊菩萨啊，他不想叫你这个众生来考验他，他考验你可以，你不能说是啊我不相信这佛说的法，我试试看。你要试就是实实在在去做去，不要试试看。一切魔君夜叉罗刹绕九盘叉绕毗舍舍绕布多等阴穴遍绕诸鬼神皆悉远离回师发心亲近守护是故绕人诵此愿者行于世间无有障碍若空中月出于云翳诸佛菩萨之所称赞一切人天皆应礼敬一切众生悉应供养此善男子善得人身圆满普现所有功德不久当入普贤菩萨速得成就微尘微妙神身
去三十二大丈夫乡，绕圣人天所在之处，常居圣主，岂能破坏一切恶趣，岂能远离一切恶友，岂能制服一切外道，岂能解脱一切烦恼，如狮子王摧伏群兽，堪受一切众生供养，一切魔君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的这个天魔外道，这些个天魔外道为什么他不出来呢？就因为有佛法注释，所以呀、这个魔君呢他就要潜伏起来，要藏起来。如果没有佛法呢，魔君呢就都出世了。魔君是什么呢？这个魔呀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呢就叫杀者，就是啊好杀生的一个人，也一个众生好杀生。剧毒叫摩罗啊，他无论见着什么众生他就是欢喜杀。这个魔君他有魔王，有魔民，有魔子，有魔女。魔女啊是相貌生的非常美丽，但是啊也是欢喜杀。夜叉有飞行的夜叉，有地形夜叉，有空行夜叉。这个夜叉他的行动非常的是快，非常快，所以啊又叫勇健，他呀勇猛善战，非常的凶猛。这种的夜叉他除了害人之外呢没有其他的能力。罗刹呢叫也是梵语，叫可畏鬼。那么这个药叉和罗刹合起来，在楞严咒上药叉杰拉和拉叉斯杰拉和那个药叉就是这个药叉，拉叉就是这个罗刹，他们两个要合起来在楞严咒上呢，你诵楞严咒不单它不能害人，而且它还保护人。这药叉杰拉和拉叉斯杰拉和这是啊能除人的废命难，废命难呢就是
很凶险的这种的难呢，他可以出的。这个就是九盘茶，九盘茶呀，就是那个翁形的鬼，翁形就像一个冬瓜，一个叫冬瓜形的鬼。这种鬼呢，就艳媚鬼，他善于艳媚。怎么艳媚呢？人在睡着了的时候啊，他用他的法术就令你啊，想说话也不能说话，想动也不能动，想做什么都不可能，这是这种鬼。皮蛇蛇，那皮蛇蛇也是一种鬼，这种鬼呀，叫啖精气鬼。他吃人的精气和五谷的精气，这种鬼不多，不多也是一种鬼，不多以前不记得讲过没讲过了。这个鬼呢，翻译叫大身鬼，他的身体也特别大，犹如须弥山那么样，所以叫大身鬼。这个九盘茶鬼和这个不多这两种鬼合起来，九盘茶戒喇合，不多戒喇合，这是楞严咒上。这两种鬼合起来是可以呀，除灭这个城郭车骑那。这个九盘茶鬼呀，又叫啊车骑鬼。车坐车，骑就是骑马的骑。九盘茶鬼和这个不多这两种鬼合起来，可以除灭这个城郭。城郭怎么好像这城墙倒塌了，你不小心就砸死了。要是送楞严咒啊，就可以除灭这种的灾难，或者呀，坐车的灾难，或者骑马的灾难，这两种鬼能保护人呢，除去这种的难。所以在楞严咒啊，这都是一些个鬼王，能啊，他不但不害人，你送楞严咒，他可以保护着你。银雪浅肉诸恶鬼神这些个鬼呀，不是喝人的血，再不就是吃人的肉都是恶鬼，这恶鬼恶神，节系远离这些个恶鬼呀。你要送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这些恶鬼都会远离的。回师发心，亲念守护，那么他要不远离去，他怎么样呢？回者呀，有的时候他就发心呢，做你的护法，他亲近你，来保护着你，守护着你，做你的护法。是故因为这个，所以呀，绕人送此愿的，
送此十大愿王的这个人行于世间，他呀在这个世间呢这些所行到任何的地方无有障碍，没有一切的障碍，打破一切的障碍，入空中月出于云翳，就好像啊这虚空里边呢那个明月一样，你这个人在世间就等于那个明月在虚空里头啊，没有云，没有云翳遮障着它一样，所以你到什么地方啊都好像那个月光到什么地方一样。诸佛菩萨之所称赞，不单这样子，那个诸佛呀，十方诸佛和一切菩萨都称赞你，一切人天皆应礼敬，这个一切人间的人和天上的天人都应该恭敬这个送十大愿王这个人，一切众生悉应供养，这一切众生啊都应该供养这个送诵念十大愿王这个人。此善男子啊，这个诵十大愿王这个善男子啊，善得人身啊，他生生世世啊都可以得到这个人身圆满普贤所有功德，他能以啊圆满呢修成这个普贤菩萨所有的这一切的功德，不久当入普贤菩萨，他不久将来啊就和普贤菩萨是一样的，速得成就微妙色身，他呀很快的就可以得到这个微妙的色身，这个微妙这种的身体具32大丈夫相，具32种的大丈夫相，好像说那个相好似的。绕生人天，假设他要生到人间或者天上所在之处，他到任何的地方常居圣足，他呀生在那个家庭里边呢都得到那个大家庭那个最有力量最富有的富贵的那种种族富贵的家庭里头去，圣族就殊胜，既能破坏一切恶趣，他能把一切的恶趣都给破坏了，恶趣就是地狱恶鬼畜生恶修罗这四恶趣他都可以破坏，既能远离一切恶友，他常常能有善友接近他啊，把这一切的恶友啊都远离了，既能制服一切外道，他也有力量能把一切的外道给制服了，既能解脱一切烦恼，这个我们人呢最不好的就是这一切的烦恼，那么现在能把一切的烦恼也都解脱啊，入狮子王啊，就好像那个狮子为兽中之王啊摧服群兽，他能以啊把这个群兽啊都给降服了，摧服群兽，狮子一吼百兽皆惧啊，堪受一切众生供养，他能他呀他可以呀应一切众生所的供养，又服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气节散坏，一切亲属细节舍离，
一切为是细节退失，福相大成，功成内外，相马车乘，珍宝富藏，入世一切无福相随，唯此愿望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道已即见。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慈诸菩萨，善向端严，功德具足，所供围绕，又福世人。又得这个诵读诵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这个人，临命终时，他呀，等到他临命终啊，这个时候最后刹那，最后啊，这个刹那，刹那呀是很少的时间，很少很少的时间，一切诸根细节散坏，所有的一切诸根，眼耳鼻舌身意，这诸根细节散坏，都啊散了，眼睛也看不见，耳朵也听不着了，舌头也不会尝味了，鼻子也不能闻香了，身也不脚处了，这诸根散坏了，都坏了，一切亲属细节舍离，所有的亲戚朋友啊也都离开了，因为你已经死了，所以他都要离开你了，一切威势，你所有一切的威德呀，和你的势力呀，和你的这种权力呀，细节退失，完全呢也都失去了。辅相大臣，比如你做国王，有这个丞相，一切的大臣功臣，你的宫殿成果，内外内里边你的妻财，外边所有的一切你的财产，象马车乘，所有你的象马车乘，珍宝富藏，和你啊所有的宝贵的东西，入世一切无福相随啊！你等到临死的时候啊，你这所有的一切啊，没有跟着你去的，没有啊，随着你去，陪伴你的，唯此愿王啊，唯独啊，就这个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王啊，不相舍离，因为他在你八十田中啊。没有法子离得开，于一切时，在一切时一切处引导其前，在你的前边，一刹那间，也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即得往生，就得到往生啊，极乐世界去了。这个极乐世界是西方啊，极乐世界，道已即见了。阿弥陀佛，
到这个极乐世界了，西方这个净土极乐世界，这极乐世界从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到西方啊，过十万亿佛度，有十万亿佛度那么多的国家，那个地方有一个极乐世界。这极乐世界的教主呢，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呀，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呢叫无量寿，又叫无量光，因为它寿命也无量，光明也无量，所以叫无量寿，又叫无量光。无量寿佛和无量光佛，文殊师利菩萨，这文殊师利啊，翻到中文叫这个妙德，又叫妙祥，这个就是妙吉祥菩萨。普贤菩萨就是啊，这个本经的这个读者，就是这个普贤横愿品，他是一个主人啊。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弥勒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呢，叫慈氏。又叫鄂亦多，鄂亦多菩萨也是弥勒菩萨，翻译成中文叫无能胜，没有啊能胜过他。这一位菩萨呢，是将来呀、到这世界来成佛的，是贤劫之内的第五尊佛。在什么时候这个菩萨他来成佛呢？有一般的外道啊，就讲啊，说弥勒菩萨就出世了，成佛了，其实啊，弥勒菩萨出世这个时间还远，很远很远的。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是个简洁的时候，100年的寿命减去一岁。身量的高度呢减去一寸，等减到人的寿命到10岁的时候，身量啊高啊仅仅呢有1尺多高，那时候那个人呢就和现在的狗那么高。可是那时候的人呢小可是小了，但是这个坏的心呢大，越小他越坏，坏得越厉害。那时候人一出生啊，就懂这个隐喻性，就有这个隐喻行为，就好像现在这个猪狗似的。你看那个猪狗啊，出生没有几天，他就都懂有隐喻性。等人呢，到10岁那个时候。那时候用了一个草叶也可以杀一个人，所以啊，人人呢都互相的参杀，你杀我，我杀你，因为人太多了，那时候人呢好像蚂蚁那么多，遍地皆是，所以因为多了他就互相参杀，你杀我，杀你，就不杀，等到10岁也就死了。到那时候再增加也是100年，这个寿命增一岁，身量的高度呢也增一寸，增到人的寿命到84000岁时候，然后再减到人的寿命到80000岁的时候，那时候弥勒菩萨出世了，弥勒菩萨来成佛。所以现在一般外道说是弥勒菩萨出世，这等于说梦话一样。此诸菩萨色相端严，这个所有的这个菩萨他的色相啊，身体啊，都端严啊，功德具足，他这个相貌也圆满，功德也具足，所供为饶。那么
见到这些菩萨来围绕着自己，昔人自见生莲花中，蒙佛授记得受记已，经于无数百千万亿，若有脱节苦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间，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不久当生当作菩提道场，降伏魔君成等正教，转妙法轮，能令佛刹极微尘数世界众生发菩提心，随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近于未来劫，还广能利益一切众生。其人自见生莲花中，这个曾经读诵受持书写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个人自己看见他自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莲花子里边去，蒙佛授记到西方极乐世界，只有男人没有女人，所有的人呢生出来都在那个莲花生出来，莲花化生，不是啊由这个父母这个肉体生出来，是由莲花生出来，花开见佛，那个莲花一开就现出来一尊佛啊，坐在那个莲花里边，蒙佛授记，承蒙啊阿弥陀佛来给他授记，授记说他在什么时候或者成佛，得受记矣，他得到受记之后，经于无数百千万亿，经了那么多挪由脱节，那么多的劫数，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他在到这个十方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的世界去，以智慧力，以他自己的智慧的力量来随众生心啊，来顺着众生这个心想啊而为利益，而来利益这一切的众生，不久当作菩提道场，他不走不要很久的时间，很快啊就可以啊做菩提道场，就成佛，降伏魔君，降伏一切的天魔外道，成等正脚就成佛了，转妙法轮就是啊教化众生，转大法轮说法度生，能令佛刹极为尘数世界众生啊发菩提心，他能令啊这个微尘那么多的世界的众生啊都发菩提心啊，随其根性而教化，随着众生的根性而啊设全巧方便来教化这一切的众生，成熟这个众生的根性，乃至近于未来劫海，乃至于啊到这个近未来的那些劫，那么多的大劫的劫海，广能利益一切众生啊，他普遍的来利益所有的一切众生。善男子，彼诸众生要闻要心，十大愿王受持诸僧。
王为人说，所有功德除何世尊，于无知者。是故汝等闻此愿望，莫生疑念，应当读替受，受以能读，读以能诵，诵以能持，乃至书写广为人说。善男子，普贤菩萨又叫一声啊，这个修善的男子，比诸众生啊，是吧？比就是啊，所有的受持读诵这无限恒愿品这个众生要闻，回者呀，他听见这个十大愿望，要信，回者信这个十大愿望，此大愿望啊，受持读诵，广为人说，他自己呀能受之于心，持之于身，又能对着本子来读，背着本子来诵。广为人说，去啊，为人讲说这个十大愿望，所有功德，他所有的功德，除佛世尊呢、啊，就是啊，佛能知道他，啊，佛世尊呢能知道他的功德有多大，于无知者，其他的任何的菩萨呀，是罗汉呢，都不能知道他的功德的大处。是故汝等，因为这个你们这一切的这个听见这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个人，莫生一念呢、啊、切记啊，不要生出一种疑悔的心，因为修道之人心莫疑，疑心绕起便荼蘼。你修道啊，对佛所说的法不可生疑悔心，你要有一种疑悔心呢、啊就会误入歧途，你就得不到好处了。应当提受啊，应当啊，实实在在的你来受持这个十大愿王，受以能读，你呀接受了这个道理，然后你能对着本子来读这个十大愿王，读以能诵，你读了久而久之又能啊离开这个经的本子来诵，诵以能持，你能以呀离开这个本子诵了，你再呀手持，常常呢来手持这个十大愿望，乃至书写，或者啊你用笔来书写它，广为人说，你呀常常的来给人家讲说这十大愿望，是诸人等，这一切人呢于一念中，在这个一念之中啊，这么短的时间，所有行愿的，所有修行啊，他的希望的愿力啊，皆得成就，所有的功德也会成就，他的愿力也会成就，啊，所怀福聚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
世界。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欲成玄子衣，除观十方而说偈言。在昨天所讲这个能读诵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乃至书写，和他用笔来写，广为人所，这个人呢在一念之中这么短暂的时间就能啊成就所有的行愿，他所得的这个辅具就是啊他修这普贤横啊所得的这种福啊聚集到一起，无量无边，没有数量可以数，没有边家边崖可以呀、找，能于烦恼大苦海中，能以修普贤横的这种的菩萨发心呢、啊，他就可以在这个烦恼的大苦海里边，那么一般的人虽然有烦恼而不知道啊，这个烦恼是苦，你有烦恼就有苦，没有烦恼就没有苦了。那么这个修普贤横的这个人，他能以在这个烦恼的大苦海里边拔济众生，在这个烦恼大苦海里边呢救度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令其出离，令这一切众生啊都脱离这个烦恼的苦海，而到啊这个涅槃的彼岸皆得往生。那么到什么地方去呢？往生到什么地方去呢？往就是往那个地方去，生就生在那个国度里边，往生到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